你好，欢迎收看台下晡新闻，我是苏新闻。医疗消息来看到，这塑料讲，若是有结石，就算讲正宗真轻，嘛千万袂当带伊，因为伫个高雄，就有一位64岁先生，当年拢有塑料讲结石的毛病，就算讲休克几啊届啊，嘛拢无好好处理。最近是因为急性的心肌阻塞来送医，险险就无命。医师除了救心，嘛赶紧进行塑料讲的引流，最后是顺利出院。一个轮椅顶头，表情轻松，64岁的沙先生，其实拄啊拄鬼门关行转来，来来回回进出这个医院大概有8次。昏迷3个月期间，很多建议我到安宁病房去，还有那个藏医社的来拉生意。长期受苏药讲急救之苦的沙先生，有2年无有持续追踪，后来是因为急性心肌阻塞送医急救才知影。也佫伴随了心结石这人引发的尿毒症。刚开始以为这个身体不舒服，没有尿，是因为这个其他的心脏衰竭，它应该是结石阻塞，导致你没有尿，所以尿毒感染是非常厉害，就败血性的休克。我有这个输尿管结石系统的这种毛病，我从小到大都有，也就是50多年的历史了，自己也没有想到说这个结石有这么严重。病院紧急帮伊进行穿刺引流手术，才解除了败血性休克的危险。医师表示，只要有输尿管结石的病史，一定要定期追踪，才袂让病况持续恶化，引发危险。台新闻徐文玲、林道明高雄报道。关怀偏乡的长辈组织联谊会，和台北组织病院，也佮有新北市卫生局来合作，伫滨溪规划了推动友善长者爱亚天海活动，鼓励活到老，学到老。即届也佮有几啊位少年义士投入，付出良力，守护健康。组织联谊会守护偏乡，对苦难的个案当中有所体会。我们之前有在基隆有看过一个，就是一个算是年轻的爸爸，然后他跑船，他结果他就摔，从船上摔下来以后，哇，他就四肢都瘫痪了。他觉得他本来人生是很美好的，但是他因为一个意外导致他瘫痪以后，他这样一直躺床，家人整个把家庭都拖累了。所以其实我们跟志工团队去网诊，看到这样的个案是。在我们在诊所，我们在医院，其实看不到这么苦的医护志工，去能够给他们一些温暖。每2个月定期义诊，往诊有愈来愈多成立军。第一届参加的谢宏文，深深感觉到台湾虽然叫做医疗王国，有真便利的医疗资源，但伫个偏乡煞毋是安尼。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潜在的问题，然后就预先做处理，可以避免他们后续一些比较严重的后遗症。再就是，其实慈济这一个义诊的活动经营了这么多年，其实我觉得蛮感动的。因为做一天善事很容易，那要做10年的善事，是否有这个恒心毅力？学的怎么样去关心别人？因为其实，在一般职业场所的话，你也是还蛮需要，就是去用一些关怀的心去看待一个人，而不是只是心，就是用那种比较利益的心思考模式啊。因为我毕竟觉得当医生。还是要帮助人是为主。亲像老朋友开讲，也佮有老大人分享30多年前的笔记。联谊会伫滨溪推动友善长者，爱亚天下，活到老，学到老，身心拢健康。台新闻台北报道。另外，在印尼，组织照顾好德迪2年前中风，生活拢是靠太太伫咧照顾。不过最近太太做身体检查，发现家己嘛得着癌症，翁仔某两个人是病痛甜心，组织之间定期关怀，加上生活补助，互因有机会小喘一口气，嘛更加有勇气来面对人生的挑战。55岁德迪2年前中风。病床顶头的伊，除了眼神会当甲外界交流，身躯完全无法度振动。Abjad saya nyebutin abjad, saya lihat mata dia, saya sebutin abjad, misalnya A, B, C. Nanti kalau misalnya dia ada kata-kata yang misalnya dia mau minum misalnya, dia mau minum pas giliran M, nanti dia bisa kedip mata gitu. Nanti saya tulis, nanti saya susun, nanti jadi kalimat. 厝内经济大条倒去，上受苦的就是伊的太太。3个月前，家己嘛被诊断出得着子宫内膜癌，伊的面相就安尼，唔捌搁再出现过笑容。Kalau misalnya saya mau kontrol, dia cuma bilang semangat, jangan takut gitu.
kayak kasih semangat-semangat aja gitu. Saya semangatin dia, dia semangatin saya. 面对这对阿公婆的困境，叶家达做者志工，家人援助，两年来无间断家访关怀。Waktu demi waktu perkembangan Pak Didi sekarang sudah semakin membaik. Beliau sudah bisa interaksi dengan relawan, liwat matanya, kedipan matanya, dan juga sangat senang dikunjungi relawan ke rumahnya. Saya sih udah cukup terima kasih ya, udah dibantu, udah diperhatiin, udah sering dikunjungin juga itu kan. Dikunjungin itu juga kan udah merupakan suatu apa ya, satu hiburan buat saya, satu kekuatan gitu kan. Mereka kasih saya semangat gitu. 如同德弟的太太所讲，志刚的陪伴是因上届坚强的外壳，希望会当更加有勇气来面对病痛。大新闻不得力，嘉南印尼报道。住在伫中国大陆寒冬送暖，要来看到的是河北的义县，有两个所在，志刚加上苏省，将近400人齐心付出，十多年的好感情，在地乡亲拢记在心内。一切拢爱比日头搁较早起床，灶卡内面烧烫烫，小学的厨工也搁有做者乡节志工，软面控红枣小米糜。另外一边天也未光，就在准备物资到位，迎接乡亲。奶子，吃到了没啊？吃了没？地方的官员也来保卫耕大米，两包。拢讲老大人念旧，这就当作是来探望老朋友。你看我们在一块照的多么开心呢！你瞧我们这老头儿笑的。这点小爱心，您就连都珍藏着。都珍藏着，我这他们上我们去了，我都给他们拿出来。这是那一年台湾的给的我们的温暖。祖无读几年，但老阿妈的人生就是在实践道理，正书记了然于心。那个小人都是他的那老亲，对，都没度量，没度量，什么时候还能做好啊？我说这是有材料的人写出来的。去年后夜郑书记也个好好打在壁顶关，今年志刚获了新的祝福。对，开心最重要，好不好？每天我都想找我师傅。走吧。立波回访的时阵，王阿妈非常期待。这是我们给的被子 啊。对了，去年的吧？好几年了。这好几年了。好几年了。头一次来。头一次来。哦，你有盖吗？盖你，我这是山上盖有。啊、哦，暖和吗？啊，挺暖和，挺好。寒冬送暖，乡亲嘛，好志工，无法度取代的心头暖。台新闻王进龙、王云秀河北报道。住在马来西亚马拉加分会举办岁末祝贺，回顾过去在这几年所发生的代志，在场超过千人共同联祝盛典，祈求天下无灾无难，人人吉祥平安。主席马拉加岁末祝贺有1455位会员和民众参与，欢喜接受全球组织人的祝贺。带着这份祝福，我们也希望说，把上人的精神延续下去。祝他身体健康，啊，平平安安过日子。祝贺，祝贺，祝贺，祝贺。回顾主席在世界各国救灾助贫的脚印，民众真有感触，肯定汇集善念，力量大。但是看到你们的付出、你们的牺牲、你们的努力，让我敬佩，真的是让我敬佩。所以看到吗，各位的爱心呢，我们已经把大家呢送到该补助的家庭去。我们老了真是没有力量，这是有这样机会最好。看到这么多苦难的人，感动啊！我要联署啊！对，响应世界所庆日，大家非常的踊跃。就是我听过人家说吃素好哦，就是有这个功德回向的，我亲戚教我这样做的，觉得这个卡把它回向过后，我会心比较安哦。大家一起来祈祷，共祝善念，祈愿天下无灾无难，人人平安吉祥。大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主席之工刘国梁少年的时阵，家境无好，高中读不完，就去洗衫店做师啊。
后来伫朋友的刺激之下，专科代替，嘛因为安尼熟悉了一世人的牵手，牵着伊做伙做主者，改变了伊的个性。但是想袂到后生是早一步来离开，加在有上林的法帮助伊转念，化小爱为大爱，行善付出。伫花莲出生，高中散车无继续读册。刘国良十三岁就到台中的洗衫店学洗衫，妈妈家己开店，经营了真辛苦。母亲有食饭啊，所以最痛苦的时候，曾经两天吃三个馒头，这样度日。二十五岁迄年考虑要代替，刘国良熟悉同款伫代替服务的太太张素贞，后来甲太太加入组织，嘛因为安尼改掉真侪无好习惯。啊，咱的事业事业，大家拢是正向的较侪嘛。啊，所以安尼来了，变作讲咱大家都互相感染啦。啊，结果就变作讲性格拢改变，无大劲，佮做法嘛改变，想法嘛改变。像知影无常来临，刘国良的细汉囝伫个二十一岁迄年车祸往生，阿公母化悲痛为力量，更加投入组织。大小的活动，刘国良总是尽心承担，完成任务。水忏的时候啊，他是承担贴地标的工作。他都第一个到体育馆，然后看位置、环境。五月吼，哦，日头足热的，啊，伊就做到安尼吼，啊，人就安向往特别软落去。我等今日甲行去迄个树下骹去休困，一日啊，娘娘伊嘛是搁爬起，敢若活灵的，伊讲不要紧啦，好啊，我会当去做。你再大的困难，你能够消化，你能够把它散解，你叫我都。刘国良有糖尿病，爱常常注胰岛素来控制血糖，一路走过来，人生所遇到的困境，伊善解、转念，搁再付出，打拼的精神，值得学习。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张永彤、黄春桃中华报道。以上是台记新闻的部分，继续国际新闻，咱就时间交予方瑜。我是刘芳瑜，在国语新闻方面，首先带您关心到，过去在修补马路的时候呢，容易像补丁一般变成坑坑巴巴的。现在新北市的养工处就从国外引进了这么一台热再生修补车。马达启动，持续进行路面加热，铁条一戳，直接戳出洞来。高温下，沥青道路逐渐软化。眼前这台就是引进的热再生道路修补车。它利用加热板，先把它那个既有的路面，先加热到沥青的软化点，大概120度以上之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路面刮松。机器刨开后，再用人力爬松，软化后的沥青变得跟泥土一样，立刻重新修补。比起传统工法，这台市价600多万的修补车，一台就能独立完成所有作业，人力需求大减。重点更在于环保，因为保留了旧沥青，再以7:3比例混合，就能达到修补功效。整个过程呢，只大概需要从加热开始只要30分钟，那简单的清扫之后呢，它就可以到2公里以外，千里之外的洞再去补都没有关系，所以它符合了非常机动性的要求，那它也达到低环保、低噪音。就现地这样材质去做一个处理的话，它是免去那些运送的过程，而且可以减少对砂石自然资源的开采。对，完全平整。量尺一量，夯实平整度几乎零落差。修补后路面至少还能正常使用1到2年，大幅度降低环境成本，更响应的节能减碳目标。台新闻消息，杰克信志台北报道。民众喜欢购买礼券，感觉上比较超值，不过也可能会有遇上沦为废纸的风险。现在北市法务局就推出了礼券查询资讯整合平台。多礼券查询的系统上建在各个银行，那我们这个礼券的这个平台呢，是把所有的这些查询的窗口都能够连接到我们这里，可以单一的窗口进去就可以看到你不同的银行的履约保证的资料的查询。第二个部分，它除了能够查询以外，如果你发现你的礼券有问题的话，你想要申诉、想要检举或者是获取礼券的资讯，在这个平台上都可以一并完成。要提醒民众，你的买的礼券都要有银行的，最好是有银行的履约保证，不管是信托还是一般的履约保证都要做到。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因为他要提醒民众，就是说你的履约保证是有期限的啊，依法律的规定是1年，所以你买到礼券的时候最好能够尽速使用完毕。
在这个平台上汇整了各家银行礼券的查询网页以及官网的连结，民众只要自行输入就可以查询您手上的礼券到底有没有经过履约的保证，或是经过收款的交付信托，同时也提供消费争议方面的律师法务咨询，让您手上的礼券多一层使用上的保障。邮差先生化身为耶诞老人，这是高雄邮局号召民众关心独居老人。邮务室变身耶诞老公公，载着温暖来到社区长辈家。你几岁啊？我93岁。哦，这好，直接我先领三领。好，过年到了。那个阿叔，来，谢谢，阿你家己较保重咧哈。薛奶奶白天都只有一个人在家，邮务室平时就经常来关怀。初阵有够好来，甲看过来抓呢。有够感性的啦，感恩啦。大部分都一个人躺在那边比较无聊，啊，就来跟他话个家常，聊个天。主要是说有个人陪他聊天，哈，啊，让他的心情比较好。多年来，邮务室利用邮务之便关心社区长辈。耶诞节快到了，加上高雄邮局已经在学校、火车站及多处邮局共建置了37个爱邮箱，推出偏乡送暖的活动。邮务室能够知道这些独居长者他住在哪里。所以这个物资呢，就会由我们的当地的偏乡的邮室把它带到需要的长者的手中。爱邮箱不但可以寄件，也可以收件，透过电脑系统24小时都可以受理，邀民众透过爱邮箱送爱，一起关心弱势长辈。大爱新闻潘彦珍、郑瑞平高雄报道。耶诞乐音也飘扬在台中慈济医院的大厅，抚慰患者以及家属的身心，而表演者都是医护人员。白色耶诞名曲透过傅静华医师吹奏的萨克斯风传达动人旋律。拿起麦克风哼唱一段，同样扣人心弦。还有医师与院内同仁组成的弦乐社表演四重奏。不晓得说，医师除了平常忙碌的工作之外啊，竟然还有这样这么好的才华。医生除了在他专业的医疗上面对病人有帮助以外，在这个医院里面，然后看到这样的一个气氛，我觉得真是这些病人的福气。岁末耶诞佳节近，台中慈济医院医师及同仁发挥音乐长才，与大家分享温馨的季节祝福。阿公阿妈就会坐在那边听我们演奏，然后一起跟着哼这样子，我觉得蛮好，这也是一种治疗。把一些这种温暖的一个音乐给大家，那让大家在欣赏的一个时候呢，也能够让心灵能够安宁。院内其他单位也发挥巧思，像是复健科就教导患者手绘耶诞卡片，除了帮助手部肌肉复健，也是一份对自己的祝福。大爱新闻张国丹、欧阳光辉、吕荣浩台中报道。来自于菲律宾奥莫克大爱村的青年志工们，他们到了台湾，把握时间来一趟大爱台的人文行李。首次来到人文置业中心参访，一开始就先用手语歌曲拉近彼此的距离。第一次学习要知慈悲，要有智慧。听着台湾慈青的分享，即使彼此的语言和肤色不同，但传递美善和关怀是共同的目标。今年念大一的杰森特别有感。It's fulfilling filial piety and doing good deeds to everyone, then show love and care for everyone, give love to the world and make the world them better.是的话，就是我们电视频道都是从主公司联播，然后播出去。也来到人文置业的制作中心，了解节目的讯号输送。Yeah, good. Smile. 也走访摄影棚，轮流上台播报，了解传递美善的过程。梦想成为一位记者的马瑞桃，对新闻传播相当有使命感。That cultivate the mind of and hearts of the people by spreading good news and vivid reports. 我们在大爱村。他们每天都在看大爱台，所以带他们过来，让他们大开眼界。也希望说，特别今天的学长他们的分享，菲律宾的慈青呢，可以带着这种精神回去，把慈济发扬光大。
透过交流更深入了解慈济的精神，也把得到的爱带回自己的家园，传递出去。大爱新闻雷雅解云集台北报道。投入慈心社不只是加入一个社团，而是加入了一个大家庭。环保站各种回收物都有，需要细心耐心分类。在锦砖慈心社的志工带五位学生实践对地球的责任。做环保是人人应该做的，最基本的就是要做好垃圾分类。但是因为现在台湾人基本上很少人会愿意做，那就是不如我们多做一点，来多做环保，来保来那个救地球。平常这样子做，然后应该可以体会到就是帮助人的那个乐趣，然后这样子面对民众的时候又可以静下心来，然后就是不是这样子造成那个警民对立的立场，这样子也可以为民服务，帮助很多需要的人。成立于1998年的木栅环保站，2010年更名为木栅环保教育站，进一步承担教育民众爱护地球的使命。锦砖学生未来的人民保姆，在这感受服务的欢喜。带新闻真善美之工陈美清、万文玉台北报道。另外，在大马槟城的这一场千人素宴，则是为了洗肾中心。筹募洗肾中心善款，槟城慈济人举办百桌千人素宴活动，桌上的纸袋就很有心。只是一套的啊，有汤匙，然后这个你们收起来，好，这个你们收起来，等下你们带回家。如果你们吃的很干净，这个就是白白的；如果你们吃的有一点点有不干净的话，你们就拖起来用布擦擦，然后带回家。洗肾中心护理人员和肾友也特地出席，上台分享他们的改变和感动。主持人和主唱者都是第一次参与，挑战多，但也有心要克服一切。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福报，然后也是做一个好事。如果我可以把它承担，把它当成挑战，那是一个很好的一件事。There's a deep meaning to it, so I was afraid that I couldn't bring out the meaning of this song. So tonight will be really a challenge for me. 对于满桌的素食，大家更是赞不绝口。今天来烤肉是 vegetarian, OK 啊，老板。那人老了啊，不会吃人了啊，特别个吃吃几粒好的素。This is first time we try the vegetarian one, and it's oh my god, it's so good. 友厨方面，我们也有印度人，也有马来人，而且还有就是罗兴亚人。四大种族同聚一堂，有心要成就善事，也让这场晚会别具意义。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马来西亚综合报道。大陆苏州慈济门诊部举办了岁末义诊，一名肿瘤内科名医前来复出，也让许多患者慕名而来。6岁的刘思和是个脑性麻痹的孩子，因为肌张力高，平时总爱撕东西，母亲很头痛，带他到苏州慈济门诊部求诊。因为我们这个很抗拒的，他因为有那个肌张力高嘛，今天最明显的就是那个，他还能主动把那个嘴给刘医师，觉得还挺配合的，好像第一次。小病人的问题，刘医师了然于心，一边陪着他玩，一边也做适切的治疗。脑瘫的治法就是，大概就是点穴，做一些引气的动作，就是对于脑部啊、头顶啊，还有那个后背那边啊，稍微给他一点刺激啊，应该还是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效果啦。回馈乡亲，苏州慈济门诊部举办寒冬义诊，听闻有癌症专家开诊，万先生专程赶来帮罹癌的太太咨询治疗方案。你要一个人保持好的免疫功能，那么一定要睡眠。我太太就是她的习惯，生活习惯不好，晚上不想睡觉，看电视，看书要深更半夜。那么听了这个专家呢讲的是很有道理，生活要有规律的，睡眠肯定要正常。如果我们每一个健康的人都能够用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自己不生癌，这才是最主要的，就未病先治，这个花的成本是最低的。预防重于治疗，不注意身体的保养，疾病容易上升。
苏州慈济门诊部走在疾病发生前，希望彻底照护民众健康。大爱新闻，玉思佳、罗玲玲，江苏报道。大陆一间生技公司看准了复制宠物狗的商机，为了一只明星狗创造出分身，却引发道德层面的讨论。你好。电影中贴心温柔的狗狗可是大大有名的狗明星。大家好，我叫何军，是一名宠物训练师。这个是我的搭档，他叫果汁。常常跟着主人参加节目的果汁，原本出身低，也没什么知名血统，甚至被主人抛弃，流落街头。后来被何军收养训练后，参加许多电视、电影演出，呆萌小短腿的形象配上影帝级的眼神，很快虏获大批粉丝。He has a lot of fans, so he is a piec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with social influence. So we want to keep his appearance going forward. 随着果汁年纪越来越大，加上当年早早结扎，何军希望他的名气与形象流传下去，找上了北京一家生技公司，打造爱犬的分身进行复制狗。But then more and more pet owners want their pets to accompany them for an even longer period of time.这家公司曾经在去年成功复制一只米格鲁犬，打破南韩垄断复制技术。如今推出商业化服务，要价从17.3万台币起跳，是南韩的半价，相当有竞争性。复制技术在北京当局大力支持科技产业下，这家公司希望未来还能提供基因改造选项，让宠物复制产业快速成长。复制宠物科技虽然带动巨大商机，仍有不少专家持反对意见，认为有违动物伦理，而且有成千上万流浪动物需要领养，不如把爱心与金钱放在最需要的地方。大爱新闻吕方编译。以上就是这一节大爱新闻，感恩您的加入，我们再会。